看第二题哦。好，第二题它是要你写出来说，长方形、正方形跟长方形哦，你把它画一下，正方形跟长方形有哪一些是有一样的？那一样的话呢，就打圈；啊，不一样的呢，就打叉。好，请问你，正方形跟长方形四个角90度吗？是吧？好，所以写上去，圈。哇，跑掉了，好吧，我们画这个，把它圈一下，好，然后呢，请问你邻边都一样长吗？正方形有啊，对不对？长方形的话没有，所以打叉。再来，对边有互相平行吗？哎，这个比较特别哦，我的那个重点没有讲到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有互相平行吗？有哦，哦，所以圈。OK， 好，然后再来。两组对角都一样大，什么是对角知道吗？什么是对角？知道。比如说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这边、这里，这个跟这个叫对角，这两个角叫对角。那请问你有一样吗？当然有嘛，因为两个九十度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除了这两个，这两个有没有九十度？也有嘛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叫对角哦，所以总共会有两组对角。OK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题目来，两组对角都有九十度吗？有，好，所以把它圈起来。再来，两双对边有没有分别一样长？什么叫两双对边分别一样长？来，也这样看一下。比如说，上面跟下面叫对边，有没有一样长？有，然后再来，左边跟右边有没有一样长？也有嘛，对不对？那正方形的更不要讲了，正方形的是四个边都一样长，所以两个两个当然也一定会一样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这个答案的话呢是圈。OK， 这样子会吗？那个 Sophia， 会。OK， 啊，那个 Oliver 呢？会。会哈，好。